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大家欢迎大家来到老来讲球。我们现在是在雷烈之文，不是叫不，我们是在温哥华的白石镇。我们这个今天是请到了两位美女，Hello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个叫麦子啊，Megan，这个是 Marcia，这个我们双 M 组合，然后都打了几年球了。今年十月份第四年，麦子呢？我九岁开始打，九岁开始打。哦，现在已经打了五年了。太会说话了。然后这个白石这边的这个网球氛围特别好，是吧？然后我们这边好像有几百号人。然后你们今天是打什么比赛？女双，对阵的是阿关和 Kelly。Kelly，啊，都是老阿姨。啊，好，那就神仙姐姐，好的，那就好，那就祝你们成功。谢谢。哎呀，我们这边还有场边观众，Hello。哎呀，帅哥美女，来介绍一下。啊，我叫 Yuki。Yuki，Hello， 你也打网球的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这身材，现在像是推铅球的。过奖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帅哥，这个帅哥是叫沙排帅哥，对吧？前沙排运动员。据说是温哥华这个滑雪里面网球最好的，网球里面滑雪最帅的，最帅的。OK， 好，这个那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比赛很有意思，还有观众啊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为双方运动员加油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